啦啦啦本节目由北京卫视组织倾情赞助。本节目没事上班就不要看了，不要看。即便看了也不要转，不要转，不要转，不要。陈晓亮，北京话大讲堂之北京英语。大家好，作为一个胡同上流社会上班人士，你们在工作的时候总要用到些许北京卫视，这是我们尊贵地位的象征，也能表现我们渊博的学识。那么今儿就来介绍一些实用的 Barbie 英语。来，走着。Lesson 13， 胡同上流社会的 Barbie 英语。Working 北京格雷士 Section A 上班 boy。 胡同上流社会混迹职场有很多种 boy， 但终归就是这两种 boy， 经常加班的 boy， Working boy 翻译过来就是 Barbie。 哟， Barbie 来了， Here you are Working boy。 Hey Barbie 够困的啊， Working boy Looking for sleepy。 嘿， Barbie 还忙着呢， Working boy Still working。 这一天班上下来就是 Working boy Working day Working working All the way。 经常闲着的 boy Breaking boy 翻译过来就是闲笔。哟，闲笔来了， Here you are Breaking boy。嘿，闲逼装忙呢， Breaking boy Pretend to be busy。 嘿，闲逼还闲着呢， Breaking boy Still breaking。 这一天闲下来就是 Breaking boy Breaking day Breaking breaking is so great。 Section B 讲究 eat。 胡同上流社会混迹职场很讲究 eat， 一天那三顿可是营养丰富啊。大早清那顿 eat breakfast 得吃点简简单单的，炒肝 for breakfast， 嗨，就是炒肝。中午那顿 eat lunch 得吃点营养丰富的，爆肚 for lunch， 嗨，就是爆肚。晚上那顿 eat dinner 得吃点高档奢侈的，卤煮 for dinner， 嗨，就是卤煮火烧。好嘛，这一天下来 it's a 下水 day it's a 下水 party。 oh yeah。 Section C 善于 talk。 胡同上流社会混迹职场很善于 talk。 我给您总结了三种样式的北京格雷式 talk。 第一种，中英混着 talk， 注意一定要捡有用的单词混进去说，那没用的单词用了跟没用一样。比如我下周有个 presentation。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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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下胃可有个小演讲，使不得使不得。比如你活干完了吗？马上 deadline 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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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活干完了吗？马上该死期了，使不得使不得。比如哎，给我看看你那 schedule 怎么定的呀。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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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et me look look 有日程计划怎么定的，使不得使不得。比如明儿朋友有个 assignment 要丢，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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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omorrow 我的 friend 要交个作业，使不得使不得。比如这砍拼得这么做，你明不明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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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贼意思商业活动得这么度，你弄不弄啊？使不得使不得。第二种，京腔混着套，您只需要在北京话的句式里换个单词就行了。比如这一段北京早上的对话，嘿，这大老心的，改成嘿，这大猫您倍儿上流，吃了吗您呢？改成 eat 了吗您呢？倍儿上流，那您先忙着。改成那您先 busy 着，倍儿上流，回见了您呢？改成 see you 了您呢？倍儿上流。仔细一看，好吗？感情这是跟厕所等着蹲坑呢，这只能说倍儿上流。第三种，北京英语套，就是直接把整句北京话翻译出来。我给您翻译几句职场的北京对话。Barbie 版本，哟，嘛呢 ，Barbie？ What are you doing？ Working boy， 好家伙，倍儿忙。Good God， double busy。我跟您说呀，得悠着点。Let me tell you， 还可以的 easy。哎，没辙没辙的 ，no way no way 的。闲逼版本，嘿，嘛呢闲逼 ？What are you doing？ Breaking boy， 没干嘛 ，no doing。去，能幻灯片 ？Go doing PPT。得，您说什么就是什么。有 say what。意思我甭跟我这玩这立根愣啊， Don't give me that 立根愣。你死不死啊？有带不带啊？你死不死啊？有带不带啊？有带有带有带，句号不许改，有带毛主席盖章。好了好了，这就说到这儿了。什么样的 boy 讲究什么样的 eat， 来段什么样的 talk， 组成了这一天的苦逼 work。 上班说北京格雷士有那味儿。我知道大家上班都苦，但该死卖还得死卖，那多乐呵一day是一day。虽然我已经脱离 Barbie 行列两年了，但那也只是开始了另一种 Barbie 生活而已。咱们啊都在停停再停停。我在这儿祝各位全体上班部2020年发大财，行大运，必须的必，必须的必。得，回见了您呢。最后我再教你一句最牛逼的，你一定要记好。I'm 常小亮 fans， 跟着我念，大声点。I'm 常小亮 fans。公众号搜画家常小亮，微博搜 M 豆没事，喜马拉雅搜常小亮，就是我常小亮。本节目说的挺对，如有雷同，绝逼抄袭。